现在各阵营都把国家警报当选战的攻防，副院长你怎么看？在选举期间哈、哦，一样要保持哈、哦、国家安全，那一样哦要保持哦两岸的和平稳定。我想这个跟选举是不能够直接划等号。我想国防部有一套的作业准则，那飞越我们的飞行情报的识别区哦，那的确需要提高警觉，也要让国人了解。我想在上一次哦，这个连在野的阵营都希望能够把资讯透明公开。我想国防部应该会有一套的作业准则。OK， 谢谢副院长，谢谢，感谢感谢。诚恳的拜托大家，恳求大家拜托拜托，谢谢谢谢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我是今天的总统蔡英文的主持人，我叫 Vicky 啊，应该大家对我很熟悉。三十几年来，我全疼惜民主进步党，我嘛担任民主，我非常的感动，非常的欢喜。再次的感谢每一个咱台湾人民对民进党的疼痛，对民进党的拥护，感谢大家，多谢您，多谢。